他送到纽约，然后做后期这样，所以慢工出细活，跟台北会有一些时差。去年八月份巡演在小巨蛋开跑，乐团八三幺宣布十月进攻高雄巨蛋，等待好久的新歌正式主题曲，三月份也去了香港开唱。会最担心发生什么状况啊？台上、被电到吗？漏电吧，漏电也会，对，怕滑倒啊。哦，怕滑倒，但是不怕口渴啦，因为张开嘴巴。见香港歌迷们不畏暴雨超感动，八三幺也被问到他们所唱的《想见你》插曲被多名韩星翻唱。最近很喜欢 Queen Card 这首歌，对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你知道他们唱爸爸的歌吗？”然后他就开始跳 Queen Card 了。近期韩版《想见你》预告释出，他们稍说没接到韩文版主题曲的邀约，倒是26号即将南下举行生日趴，日前却公布邀来才子当嘉宾，引发大批网友炮轰。有非常多其他一起演出的艺人朋友们，他们也都非常的认真，跟非常的有很多很好的作品。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听听不一样的音乐。才子2021年被曝与好姐妹豆豆男友何梦远暧昧，更背叛自己的男友邱风泽，两人双劈腿，重创演艺事业形象。近期才子渐渐回归演艺圈，仍有不少负面声浪。有空前又来这样子。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去做什么预设立场，我们也真的没有去设想一些太多的事情。因为被骂的是我们。对啊，关心一下对方，苦主之一啊。我们才是苦主吧？对，我才是苦主吧？没有，其实没有哎。有歌迷留言：“能别邀才子吗？三观不正，很难支持。”而对于歌迷怒火，八三幺说要把专注力放在演出上。TVB 的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